亚洲新人王萧敬腾出道仅四年，明年二月十一日将再度攻上台北小巨蛋开唱。活动当天，萧敬腾乘坐全白加长悍马车拉风出场，唱片公司高层特别送上镶钻点钞机，预祝演唱会门票场场秒杀，更特别感谢萧敬腾为公司不断吸金。一起成长，你丢也没有用，给呀，被撞了。至于演唱会的细节内容，萧敬腾坚决不透露。对于日前林俊杰入主华纳，有报道称两人暗地争一哥，当天萧敬腾表示子虚乌有，但演唱会不会邀请 JJ。 谁的争？是你们的说，哪有大家，只有你们的讲。那我跟 JJ 其实非常要好，我们常常都试一下去啊打篮球啊运动啊，那我跟他之间真的有太多的合作机会。那不管是以后怎么样子合作，我觉得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所以会有嘉宾？你说演唱会？我的演唱会目前都没有嘉宾，香港也没有嘉宾，所以嘉宾不是说为了嘉宾而找嘉宾，要看节目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。那我们都有很多的考量。收到高层送上的镶钻点钞机，吸金无数的萧敬腾被问及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时，老萧毫不犹豫表示是房子，透露自己的第一笔钱是给家人做牙齿。这房子吧，跟我其实健康是最重要，我赚到第一笔钱就给全家包括我自己去做牙齿。这跟我觉得也健康很重要，那我家牙齿都不好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想到的，因为我这是我从小都很清楚的事情。